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，看见大老虎。喊他，后来他往回跑，往回跑，俺们这走就不敢趟了，老虎就直接奔上来了，就把大门给扒了。那是老虎顶你三十来，三十来斤挡不住。我这摸着这一块。从那空太窄了，这个没空了，不，这个肯定有气吧？对，不是你那么拉，你那么拉，这个不是能看出来是雌虎公虎吗？别摸，别摸。